昆台路甲林德交流道日前8月13号，核污造成饮水灾情，真侪住户徛街饮水超过50公分。面对着灾情，市长黄伟哲表示讲，已经达到着救助金的发放标准。政府能够做的及时的这个有一点小小的补助哈，我们也希望说也不要拖，赶快勘查确定，赶快这个落实发放，让要从宽从轻从速。那我们希望说能够遵照院长的指示，尽速能够把这个问题给初步的解决掉。饮水的这个救助部分，只要是坐的骑家饮水超过50公分以上，透过的认定会当摕到5000块的这饮水救助金。现在初步大概有大概1200户左右，所以大概是2400万的补助金。这第一点，第二点的话，针对工业区的厂商，他们有一些机具的生产。工具的这个受损的部分，那么院长也特别指示财政部能够这个朝减免税负，依照相关的法规的规定，尽速协助。而面对着这回淹水较严重的永康甲大湾，市长表示讲已经向中央来请求协助，加码补助20000块来协助受灾户。0813的这个水灾哈，这个暴雨袭击造成台南、仁德、归仁、永康等地区的这个淹水情况蛮严重的，甚至有工业区厂商的机具设备也被淹水的这种状况，也比照高雄这个每户加发20000元的这个淹水达到50公分以上的这个灾户每户加发20000元的这个补偿。因为了着青光雨，真歹避免着淹水来发生。市府表示讲，天灾难免造成着农渔业的这个损失，不论是农作物还是农业设施受到破坏，当透过正确机制申请着补偿，徛家的这淹水部分嘛是会使。南明新闻等一下，永康采访报道。